就没用了。他的疾病本来就没用啊，换回来了。换完疾病之后，还要自慰。这个点，不要按，我看一下它。会断啊线。我看一下这个点，现在感不感应得到？会断啊，大哥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妈的，这个感应器从来都没亮过，这已经过了。我一直都说他妈的要活掉，活掉。感觉不是，哎，谢谢。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感应是不是真的不会黑，不会亮。是吧？感应不会亮，坏了，应该。感应都没亮过。你自己过来看一下去，你关掉，你自己过来。
关了没有？关一下。关了。你再看，我再看一下那个灯。